春囊，前年办理的70周年庆典，以及代表当主六张灿宏在地方分的感谢，感谢来自专线公友功德超过300件的公众寺庙来迎进来给咱收兵，参战的70周年的大绕境，同时参与的70周年的参会，那天席开350桌。今年中立村堂已经进入了72周年，72周年。中立村堂的龙凤旗以及锦楼宫灯花篮，我们中立村堂的志工超过250位。我们有花鼓队，现在打了大鼓的就是享誉全国各职位打击喽的花鼓队。我们中立村堂花鼓队南征北讨，只要有所有的绕境活动以及各公堂的庆典，中立村堂花鼓队无意不战不移。中立村堂还有厨房组，今天各位吃的便当就是我们中立厨房组全力支援，全力支援。我们做了1400多个便当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卤煮会，我们还有中立村堂还有卤煮会，还有送金主、收金主，志工超过250位，谢谢谢谢龙珠会，谢谢我们江西方江卤煮，谢谢副卤煮陈哲仁，谢谢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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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中立水堂今天有在中华林中的军长当时就领军，把了有100位巡洋舰队也将来参战。提供一下，注意能量场活动，消灾用台湾为台绕境活动。我们主办组今天动用了80位职工，做了1400多个便当，在中午12点20分赶到保员工。哦，你有探家啦，探家拍谁哈？单战哦，马吉丹，台湾县总干会理事长，也是现任金母教会荣誉理事长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中立村堂的神教主，神教主。在中国里
场的全场的保留大票，要回到花莲，才有出动这点。大型的活动，才有出动这点保留大票。今天是非常非常一年一度非常非常重要的庆典活动。谢谢我们中立车厂的顾问团，今天全力的相挺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给中立车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，再提出12万分的感谢。来，董事长，你看那个感谢状还没有翻。好，现在换虎队再拜，带上移动，谢谢，再次感谢中立换虎队，中立水塘换虎队，感谢，在你旁边的感谢，再感谢。